对吗？还是要这边？没有这边讲。我是汪汪六二档那110年，10月1号，花莲的。哎，这算小平交道了。哎，泰鲁哥，看我帅耶！29分很快的是泰鲁哥之前啊，拜拜。哎呀，大哥这样就好了。超帅的，我希望明天跟妈在偷偷点我们到地方，就那样，拜拜。刚刚那个小心要通过一夜泰鲁阁往台东的泰鲁阁之后，那就再见了。